咁好啦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就係呢部係 Lenovo 啦。咁就咁界面上咧就有兩版啦，一版入邊咧就有導航啦、多媒體啦、應用程式啦、原裝系統啦，咁啊儀表啦同埋電話嘅。咁啊，另外一邊咧就有卡片啦、文件管理啦、記錄儀啦、瀏覽器啦、應用程式啦、設置啦。咁啊，先試下個多媒體啦。多媒體啦，咁啊有導航啦、應用啦、應用程式入邊啦，咁啊有上網啦、披箱點啊、地圖啦、有 YouTube 啦、有 GPS 啦。咁啊，啲 Google 上網啦，有 Google 上網啦，檔案管理啦，有 CarPlay 啦，咁啊出翻去主頁啦，咁啊有電話啦、CarPlay 啦、應用程式設置啦，咁啊呢個係返回制啦、主頁啦、設定啦，咁啊有啲電話啊，一啲原車模式啦，咁啊原車嘅心機啦。咁就翻翻出去啦，咁啊，另外加咗一个后波啦，系啦，咁啊，太喐，线就会喐嘅，好啦，咁啊，就系装咗咁多嘢啦，咁。